发生车祸，救护车赶到位，骑车一个倒在路边，也唔过也挡机车咧，原来出去对面车道搁倒火。挡机车将人水工拢冻破，是直直的布水，有那线线替这挡机车拍火。车祸发生在大三线苗栗西潭路段，骑车这个人是骑挡机车出意外，可能是过弯无注意，先去弄着电报条，顺来出去对面的车道，连车轮啊拢落去。救护车、人车到场后，发现现场为重机自摔，撞断路旁电线杆，且机车起火燃烧，随即加派水箱车支援。病患者经救护人员初步检伤后，意识清楚，颈椎无损伤，仅左脚侧有擦伤情形。因过弯失控，不慎撞断电线杆，车辆弹飞至对向车道，起火燃烧。因撞坏路边水管，连带浇熄燃烧车辆。幸未发生严重事故。苗栗大三山是真侪人拢爱来走山，拜六礼拜是真侪人来遮骑挡机车，要过山路弯来弯去，卡车也是塞车，拢一定都爱注意速度。民视新闻苗栗报道。